那新加坡虽然是他们也是大多数是华人，但是他们大概讲英文为主哈。那你们可以跟他们来交交朋友，那可以把我们的特色、我们的文化推荐给他们，我想这是很好机会啊。那尤其我们是音乐班，你们可以把你们才华啊充分的表现哈。那也可以邀请他们未来到台湾来访问哈。那祝你们这一趟啊非常访问圆满成功。那也顺便看一看啊，这个新加坡是很小的国家，它的面积大概只有我们高雄县的五分之一啊。好，是台湾的60分之1小，好，台湾已经不大哈，那新加坡是我们台湾的60分之1面积哈，是高雄县的5分之1。你跟他们讲说我们高雄县比他们大，好，那他们国家虽然是小，但是他们国家很进步哈，人民所得也很高，好，人民所得也很高哈，算是一个很进，尤其金融各方面都很进步的国家哈，啊，所以你们可以看看人家，好，看人家开开眼界哈，好，这个祝你们这次。啊，访问回来圆满成功，好，好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谢谢县长，谢谢县长，谢谢。